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轻松甩肉肉，秋衣帮你瘦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每天都在重复的一些习惯，让你不知不觉当中让你越吃越胖？答案是有的哦，要注意哈、哦。我在减肥门诊当中呢，经常发现很多人会发胖的，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以为这个东西很健康，没有问题，所以呢，他就三不五时啊，就想到或者饿的时候就吃一点。举例一个最常见的现象，各位，你们如果是上班族，是不是大概中餐都在12点左右会吃你的中餐，对吧？但是晚餐通常是下了班才吃，下了班大概几点？有6、7点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跟朋友相约或回到家里，你再吃你的晚餐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个问题？到了4、5点的时候会有点饿吧？因为我们的食物呢，其实啊，4个小时以后大概都已经从胃排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胃已经饥肠辘辘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再加上血糖降低，你一定会很饿，很想吃。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：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事？如果这个时候你回答我是，哎呀，我很饿，我就会吃点饼干啊，我很饿，哎，刚好有点水果，我就吃一下。哎，我很饿，刚好抽屉里有点零嘴，我就吃一下。我告诉你好不好？这个就是让你发胖的原因。怎么讲呢？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血糖降低的时候，事实上身体感受到血糖降低，它会发出一个讯息，赶快让血糖回升。这个时候身体发出一个什么激素？叫做升糖激素，是从胰脏里面的阿尔法细胞放出来的。这个胰脏的升糖激素呢，类似肾上腺素，就是要帮助脂肪燃烧的啊，它会把肝糖分解，然后呢，继而把脂肪开始有点燃烧的效果，让血糖在30分钟之内回升。好，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忍住，你喝水，你转移注意力，其实30分钟它就血糖回升，你就没那么饿了。可是你帮助了脂肪燃烧，可是很多人不是这么做，很多人这个时候哎呀饿了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会发慌，会手抖，会心脾气不好，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吃点东西，很多人就吃饼干。好，那我讲过，饼干里面油脂很多，它里面有糖分。你知道这一吃下去产生什么效果？吃下去以后，血糖就回升了。你身体得到一个讯号，叫做什么？脂肪不要燃烧，我提供你葡萄糖啊。那你一提供葡萄糖，脂肪就别燃烧，胰岛素还分泌出来，还把这个糖分降低，压到你的脂肪细胞里面去。所以你每天这么做，你每天都在告诉你身体不要燃烧脂肪，你每天都让身体积存脂肪，你怎么能瘦呢？记住了，所以少量多餐是不 OK 的，听懂吗？除非你是有病的人，你有糖尿病，你有胃动过刀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血糖降低你就昏倒，那你才少量多餐。但是这个时候你正在让你的身体积存脂肪的几率上升了，所以记住，每天都重复的习惯，这就是让你导致发胖的原因。如果你有肥胖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你赶快把这个坏习惯改掉，这样子你减肥才会成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正宏，邱医师福利时间到喽，想要轻轻松松就瘦下来吗？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多用，回复。轻卡厨房4个字，我就会告诉你越吃越瘦的独家秘方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关注吧！